你倒是第一个中了我孙真的毒针，还不倒下的。孙真，莫非你就是孙旭的？没错，你断了我孙家一条血脉，要让你生不如死。雪峰，你先回全员宗去，我一会儿就追上来。你这小子竟还有些妇人之仁，换作是姐姐我就会让那畜生朝敌人冲过去，争取逃跑的机会。雪峰可不是什么畜生，是我重要的伙伴，我绝不会用他的死来换取我的一线生机。你呀、啊、注定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攻得越猛烈，毒的作用也会越明显哦。哎呀，差点砍到我了。你能跟得上姐姐我的舞步吗？前方，左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人在，往那边赶吧。这批药草生意结束后，就给你们每个人放半个月的假。啊、多谢杨姐关照。嗯。嗯。嗯。杨平，好久不见。陈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本想混迹在一般百姓中，躲避孙真的追杀，但杨平曾是帮助过我的恩人，不能让他也陷入危险之中。杨平，我还有急事，就此一别吧。等等，陈峰，再让我来帮你一次吧。杨平，这次的情况比上次危险多了。我被宗门里一位神门境七重的强者追杀，现在我已经身受重伤，大概再有半日他就能追上我。神门境七重，陈峰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杨姐，三思啊，我们这次可是大生意，一旦卷入这种危险之中，不光是我们的安危，连杨家都可能陷入衰颓之势。这样，你们四个带着草药回家族里去，冒险的人我跟陈峰就够了。可杨姐，家里没有你不行啊，杨浩还远不成熟。小子，今天我不能让杨姐跟你走，即使拼上我这条老命也要阻止你。还没消气的话，就砍到你消气为止。你对他做什么呢？杨姐，我刚刚是一时冲动，但这事儿你一定要三思啊。不必再说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陈峰，也是为了让我自己不留遗憾。你放心，一旦遇到什么情况，我拼死也会让杨平逃走的。子玉，孙真追上来了吗？他的气息逼近了，大概还要三四个时辰就会追上我们。我一路上都消除了痕迹，他能这么准确地观察到我的行动路线，
陈峰，张德那时候或许也是运用了什么秘术才追踪到我们的痕迹的。没错，和花如言一起行动的那时候也是。总之，孙真拥有着什么追踪我的手段。不能急，现在要冷静思考对策。陈峰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没错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杨平，可否借我马匹一用？嗯。杨姐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保重。保重。驾，驾。但愿这隐蔽气息的丹药能起点作用。出发吧，杨平，愿我们的行程一路顺利。嗯，驾。陈峰啊，陈峰，想从姐姐的手中逃走可没那么简单。怪了，怎么又跑了？行商的，你这马车里坐的谁呀？与你何干？你是什么人？姐姐，我正追杀一仇人，我循着他的气息找到了这里。那小子是不是在里面呀？追来的这么快？里面是我夫君，他得了日瘟疫，没法出来见太阳。啊，杨姐，杨姐，臭婆娘，你谁呀？姐姐好声好气跟你说话，不是让你反驳的，还不滚出来！炼药师协会，我夫君是用阴火炼药的炼药师，这是瘟疫就是修阴火修的，这一车都是药材，都是给炼药师协会带的。你是什么东西，就敢惹炼药师协会？小小妇人如此猖狂啊！哼，要不是炼药师协会，我当场割了你的舌头，再把你剥皮抽骨。赶紧追你的仇人吧。杨姐，快把杨姑娘扶进马车。陈峰，你干什么？你伤那么重，需要疗伤。我没事儿，只是那老妖婆一走，突然安全了，腿就不听使唤了。逞什么强？不想我用灵力给你疗伤的话，我就用丹药了。嗯。说起来，陈峰，怎么？你怎么会有炼药师的牌子？哦，长河城有个炼药师作恶多端，我就把他除掉了。
一段时间不见，你又卷进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里？习惯了。你卷入这是是非非，今日生，明日死的，应该很累吧？你现在被人追杀，不如跟我们商队离开，跑到什么人都追不到的地方。杨平，你救了我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是不行。你出去被那老妖婆找到可怎么办？你留下。陈峰，我们俩安安静静的开家小客栈，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不好吗？我心中有人了。你和他认识多久了？怎么认识的？青梅竹马。我说你上次怎么走得那么急，我都追不上你。原来是心里早就有人了。我出去透透气。抱歉。多大事儿啊，我杨平走南闯北的，还怕找不到比你好的啊？肯定行。当然行，替我向你心上人问好。你们俩听到了多少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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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没听到。我要是从别人嘴巴里听到这事儿，非把你们俩耳朵拧下来。嗯？哎呀，杨姐，多大事儿啊，至于拿我们俩撒气吗？杨浩不在，不拿你们撒气，拿谁撒气？哥几个，赶紧的，把行装收拾收拾。那个婆娘八成没法在天黑前抓到那两匹马，只要我们天黑前赶到乾元宗就安全了。得了，得嘞。杨平，我们是不是绕回来了？怪了，这商道我们也走过几回，不至于迷路啊。杨姐，天黑了。该死的，半个时辰一趟，这都第三回了。我们怕是踏进迷阵里了。我说程峰，你有没有闻到血腥味啊？这是我的血。陈峰，怎么了？是孙振，孙振用我的血制成了这红蝴蝶。什么？红蝶迷阵，我以前听过，虽然只是障眼法，但是胜在便捷。只要血的主人进入迷阵，就会立刻启动。说谁是老妖婆？陈峰，你害的姐姐好找啊。不去的楼塔，你们两个竟敢骗我，我会用千株毒好好炮制你们的。回马车上，有机会就跑。可是，快去！你们都跑不掉的。
要没事。嘿，太慢了。啊，手段，不给你点教训，都要爬到姐姐身上的。这玄机残篇功法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你怎么可能挡得下？陈峰，快快跑！就在这里了吗？嗯，那头大妖兽应该是嗜血木君的旁支，可以对付孙真。陈峰，一路放了你几次了？快说出总榜大笔的奖励。你闭关几十年，想拿到总榜大笔奖励，不至于今天才下手。这是杨不易要的吧？这点小聪明可救不了你的命，说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轻松点。大笔奖励放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，如果你杀了我，就别想知道。在姐姐面前玩花招还是嫩了点。陈峰，快停下，你这样释放精血会死的。该另一只手了。啊，你做了什么？血木王怎么不在你老巢里待着偷货了？我要他的血。他不能给你。该死的老家伙。老鱼滚。哼，罢了，在血魔王的手里，陈峰注定活不下来。你真不敢相信你的血液会如此的精粹，一定能助我突破到神门十重。血魔王，放了我，我给你提供更精粹的血液助你突破。狡猾的小子，还有什么血比你的更精粹？你引我来此，不就想对付那个蝼蚁吗？我帮了你，你也要回报给我。真是神意。我甚至感觉天河竟可期，我要把你全都吞噬了。陈峰，你要干什么？抱歉，子月。陈峰，你真不让我省心。快动起来呀，你个破饼。陈峰，你醒醒。陈峰，我绝不会让你死的。蝼蚁，别怕。
打扰我用餐。都进来吧，我的血石。陈峰，再不行，我们要被吃了。子越，挣扎吧，越挣扎越美味。不，子越，我们都不能死在这里。不管你使出什么手段，统统吞噬进去。我的血剑。龙血也不多了，小鼎撑不了太久。那鼎是什么东西？待会儿再解释。我乃木槿后裔，怎么可能死在这里？我今天就把这龙血吸干。龙血又能奈我。他跑出来了。绝命刀。陈峰，你们俩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那是师父的遗物，不是故意瞒你，只是师父的死谜团众多，我怕你牵连进来会有危险。又想一个人扛了是吗？我那个臭小鬼，你师姐，大家早就已经被你牵连进来了，所以别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承担下来了好吗？子月，我带你去看古鼎空间。啊，陈峰，你疯了！子月跟着我们出生入死，应该要知道古鼎的事。我先去用小鼎吸收血魔王精血。小鬼，听见没？小鼎怎么会裂开的？连血木王的灵气都没法修补，我们快进古鼎空间里看看。小鼎，龙血呢？这不可能，小鼎怎么会？陈峰，这什么地方这么破败？这里就是小鼎内部，原本到处都是龙血，如今却……要塌了，得赶紧出去。事已至此，该走了。非凡物，碎裂有时，修复有时，机缘一到，自会完璧如初。师父，你到底在哪里？风儿想见你。风儿，屋顶非凡物，碎裂有时，修复有时。喂，
那只是你们师父留的残像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师父，你干嘛？振作点，你们师父既然留了个残像在鼎里，就说明他早就想到了游天鼎会裂，随即有可能连修复鼎的方法也想过了，而且说不定顺着线索还能找到师父。真的？没错，所以别丧气了，现在首要是对付那个老妖婆。天清神窍破，助内天地。这就是神门五境，这就是四境与五境的鸿沟，内天地循环吗？这次进阶反而助我悟得大降神龙拳第二式四龙回旋。还有绝灭刀第二式断魂十字斩。走，我们去对付那个老妖婆。小贱人，终归是落到我手里了吧？这回我不把你舌头拔了。又一个被那臭小子的血引来的破妖兽。你要血的话，我就给你。哼，小贱人，为无功去吧。断魂十字斩。杨平，我现在就给你疗伤。陈峰，想不到你还能从那血目王手里活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你救杨平也顺手救了姐姐，姐姐我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你，好好疼爱疼爱你呀？手下败将还敢对我举刀？陈峰，你又想逃哪儿去？姐姐我可没空陪你玩了。断魂十字斩。你竟然迈入神门五重境了，那还是多亏了你，多亏了血目王。可恶，这小子仅仅升了一境，为何能用我抗衡？陈峰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想逃？内天地循环后，遁入灭天龙神掌，也不是很费力了。这是什么武技？陈峰，放过我！兄弟的仇，我不报了。你我之间，早已不死不休。那你就陪我一起下去。驱毒阵，杀了你，自然停止运转。万劫毒阵，耗费我毕生心血，你试过便知。对了，
死之前，姐姐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杨不义他呀，已经派人去找你的人了。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？来不及了。相柳，不错的武魂，只可惜在你手上浪费了。陈峰，拿命来！狮子印，陈峰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手段？杨平，我要先赶回宗内，你回去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这两枚法宝有神门二重境的威力，赤色这枚为攻击，蓝色可做防御，你收好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我不收下，你也不会放心吧？不要杀我！你们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杨不义派你们来的？不知道。不说，就杀了你。我们只是接到了任务，刺杀在山谷腹地的弟子，分别来了几批人。怎么会这么安静？难道追不到我？追不到我！师父，你回来了。公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公子，月纯太调皮了，总是不好好修炼。哼，我都后天四重境了，师娘说我修炼的可快了。哎呦，无言，最近没发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哎呀，师父，大家都想你了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玉儿，你不要担心了。是啊，师兄如今实力高强，还是修炼跟上步伐才是。修炼修炼，你就知道修炼，什么也不懂。看谁回来了。陈峰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姐，我为师叔报仇了。慕白，最近杨不义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师兄，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？来的路上，我碰上了杨不义派来的刺客。我去看看。不用了，那些刺客都被人打伤了。这，师兄，谁会冒险替我们对付杨不义的人？至少应该是没有敌意的。丽丽，外面的刺客是你做的？你，丽丽不负族内信任，终于寻得小姐，
恭迎小姐回列驾。恭迎小姐回列驾。你们找错人了吧？列从前辈20年前为一世俗女子叛逃列家，被废大半修为后改姓隐居。如今列从前辈过世，列家不能放人血脉流失。小姐，请跟我们回列家。爹什么都没告诉过我。小姐，您手上的列家云天剑就是证明。我不走，我是韩从的女儿，乾元宗的弟子，跟列家没有瓜葛。小姐，这可由不得你。看来你不是来叙旧的呀。列丽，你在镇魔谷时说过你很敬重韩师叔，现在带走师姐是要背弃韩师叔的遗愿吗？你们退下。陈峰，你要拦我，我就只能动手了。咦，要兵戎相见吗？陈峰，我来帮你。以我们的境界，只会给陈峰拖后腿。神门九重。列家办事者，格杀勿论。住手！你们谁敢动陈峰？你们列家不是要带本小姐回去吗？如果我死在这里，列家会怎么罚你们呢？师姐，小姐，在我面前，还是不要做这种小动作比较好。是啊，不过，若将武魂放在体内引爆。你还阻止得了吗？放了陈峰，我跟你们走。虎父无犬女，佩服。不过小姐，到了列家也别反抗，否则列家还是不会放过陈峰。走。陈峰，忘了我。师姐，不可以跟他们走。玉儿，韩玉儿会跟我们回赤岩城列驾。谁能通知到徐老，说不定能拦下他们。相留。你们先走，我有事情要处理。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赤焰城，烈家。护神鞘破，为什么不能突破到六重？师父，
吃饭了。放着吧。公子，四天了，再不吃饭身体会受不了的。陈峰，你做什么？我只是在替月儿姐姐担心你，她如果看到你这样，一定会好好揍你一顿。师父，振作起来。烈丽特地提了赤焰城，会不会就是要你去救人？我知道，我想过，可如今我只有这点实力，该怎么救玉儿？我得练功，得赶紧突破。陈峰，以你现在的心境，突破，做梦！你先给我冷静下来。你师姐不是巨兽型，烈家也不会亏待她，时间还有富余。不过你现在还没法去烈家。你的意思是？千元宗已经不足以支持你精进，更别提救你师姐了。去紫阳剑场吧，要救人必须离开千元宗。对，没错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可我走了，如烟跟月纯怎么办？师父你放心，我实力比如烟强，会保护好她的。啊，我岁数比你大，是你姐姐，还要你保护我？难得这么多天了，总算笑了一回。抱歉，是我太消沉了，光想着自己，光想着玉儿，都忘了我对你们来说也很重要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所以下一步怎么办知道了吗？去紫阳剑场精进自己，然后带回玉儿。请徐老帮我，玉儿被赤焰城烈家的人掳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赤焰城烈家？韩师叔多年前为玉儿的母亲叛逃烈家，如今烈家人为了追回血脉，玉儿被……你是说韩松和韩玉儿是烈家的人？怪不得那孩子的体质如此特殊。陈峰，你可知烈家是何等世家？大元国五大家族之一，紫阳剑场给烈家提鞋都不配，更别提乾元宗了。徐老，即便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救出玉儿。韩从没有走眼，我带你去见宗主。脱体同山阿乃镇宗之术，望你好好修炼。而这地龙丹有断体再生功效，好好收着。断体再生，怪不得杨不易要这次的总榜大笔奖励。难道杨不易曾因此对你不利？可这段时间老夫一直盯着他。禀徐老，杨不易曾派内宗太上孙真追杀我，想必是用法子瞒过了您。哼，杨不易，好大的胆子。杨太上如此目无法纪，是本座管束不力。不易呀，不易。陈峰，以你天资，关在乾元宗一辈子都只能同本座一样停留在天河境。你要救韩玉儿，就得先提升实力去紫阳剑场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，待你进阶大成，记得回来振兴宗门。谢宗主，谢徐老。萧大人到。又是紫阳剑场的人。哎，丹阳郡几个宗门一出了人才就被紫阳剑场挑走。百年了，这种被人骑在脖子上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真正的天才哪能一辈子耗在乾元宗，是吧萧大人？哎呀，乾元宗这么多长老，就属杨太上名势力。这不，本座收到文书，
说乾元宗出了几个百年难遇的天才，还不快让我瞧瞧。庄阳雪愿意擂上台。柳燕鞭法，烈风剑，这两人也太弱了。杨不易打的什么主意？太上啊，不是我说，这二位就是我紫阳剑场养的狗，一口都能咬死，不太好吧？莫急啊，大人。乾元宗弟子杨景天见过萧大人。景天，这是玄级武技凌冰诀的残篇，我在借转灵大阵将罡气注入你体内，让你暂时提到神门四重巅峰。乾元宗这种地方配不上你，你一定要进紫阳剑场。凌冰诀，这武技玄级品质。老陆，这杨景天怕是已经比你我都强了。大人，我亲孙子杨景天，乾元宗第一天才，如何？哎呀，我也有些年没来乾元宗了，想不到贵宗还能出这等人才。太上，要不我就带景天回剑场了。谢萧大人赏识。学艺不精，连武技都控制不了，可笑。太上，这位姑娘她叫什么？沈燕冰。乾元宗让萧大人见笑了。啊，宗主他们三人什么时候来的？关宗主。宗主您怎么来了？这紫阳剑场的事何必劳烦宗主啊？萧大人对杨景天可还满意？还是不错的。陈峰、白山水、沈彦冰，让萧大人看看你们的实力。是，宗主。六脉朱灵阵，阎罗剑，阵法、剑法，好，好！杨太上，你瞧瞧，这才叫天才！快让二人跟我回紫阳剑场。萧大人，莫急。刀意，竟能看到刀意。陈峰对吧？还有那二位，叫白山水、沈彦冰，快快随本座去紫阳剑场。凭什么？陈峰一招都没出啊。太上，瞧瞧你孙子连刀意都察觉不到，怎么跟陈峰比？大人，您刚才说让景天进剑场。杨景天弄虚作假，欺瞒剑场，我没把他废了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杨不易，三位才是真正的天才，剑场定会好好培养你们。谢萧大人赏识。进剑场是第一步，玉儿等我。本次遴选，陈峰、沈彦冰、白山水合格入紫阳剑场。萧大人，陈峰三人都是武宗重才，他们走了，本座还有些不舍。关宗主放心，剑场必不会亏待他们。萧大人，弟子陈峰斗胆提请求。但说无妨。陈峰在乾元宗近二十载，有些事情割舍不下，
可否让弟子在宗里多待一个月？哼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照规矩是不行，但陈峰你可以例外。谢萧大人。大师兄，我同燕兵就先随萧大人去建厂了。可这是姑姑我养的信使，记得给我写信啊。好了，燕兵啊，叙旧完了快跟本座走吧。陈峰，咱们一个月后见。要走就快走，还留一个月。冉长老，嗯，你也曾是总榜第一，修习过脱体同山阿心诀，这一个月里记得指点指点陈峰。宗主，以陈峰天资不必我来指点也能领悟脱体同山啊。斩玉学，这是宗门命令，这次你必须要尽心尽力。是宗主。这两个小丫头，一想到有段时间不能见到她们还有点不舍。你以为我舍得？可明天就要走了。慕白，以后就靠你来保护大家了。宗主之后应该会狠狠打压杨不义一派，以后不用受气了。我说怎么这个月里宗里的事都不见杨太上出面了？请师兄放心。师兄，去了晋城要足兵器的话记得来孙家。柳香，燕兵这段时间有回信吗？放心吧大师兄，燕兵过得挺好的，去建厂的时候记得多照顾照顾燕兵啊。陈峰，你挑这个点出发是为了避开月纯跟如言吧？被徐老您看出来了呀，月纯跟如言天资不错，有劳徐老照顾了。陈峰，行李都带起了吗？轻点轻点。这祭灶王的牌位，师父的牌位呢？行李是如言帮你整理的吧？他俩换的，为了留你。你师父的茅草房，赶紧去吧。要掌灯啊，把俩小鬼吵醒怎么办？之前还说支持师父走。哼，他们是说过支持你走，可你当时那副德行他们能不让你走吗？告别这事儿就只是嘴上说的容易，月纯小想不了那么远，前脚兴冲冲说能照顾自己，后脚要分开了就反悔。如烟大懂事一些，不好直说自己不舍得，只好想些小伎俩引你。你不也不舍得吗？还挑大晚上走。两个小家伙，你们师公的牌位师父就托付给你们了，等我到建厂安顿好再问你们要。你们要听徐老的话，徐老不是我，经不起你俩折腾，师父我先走了。冉玉雪，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？发于天经，顺于天成，意于天阳，会于天聚，起。陈峰，没有杀意，这口诀像是某种心诀。脱体同山阿，宗主之命我不得不听，脱体同山阿我教过了，这酒给燕青雨的。李家村的酒，师父最喜欢的。哼，猫哭耗子。冉玉雪，你到底
当师父是什么？燕青羽，天地广阔，任我遨游，那是他想过的日子，不是我想过的。你全当是我负了他吧。你走了，我跟你们师徒的恩恩怨怨了了。切，女人。天地广阔，任我遨游。师父，你听到了吗？玉雪师叔不喜欢那种日子，但是我喜欢。尽管现在还办不到，但总有一日，我要走遍这阔天广地。姐姐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师父，月春，不可以出去。如烟姐姐，为什么呀？公子晚上来过，又没叫醒我们。他呀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告别。可是，我们还是别那么任性，知道了吗？韩师叔，我会把玉儿救出来，我会对她好，一定。雪峰，我们走。阁下是吴东阳，来接新入学的弟子。没想到你不在乾元宗，害得我一路追哦。抱歉，吴师兄，有些私事，所以提早走了。没事儿，正好顺便跟我们一同去建厂吧。嗯，来来来，乖狗狗，多吃一点。雪峰，怎么吃别人的东西？我乐意喂，你拦什么？你，哎，柳洛宾喜收妖兽，上到天鹰，下到虫蚁，凡是妖兽他都喜欢。而且他吧，有些不通人情世故，逮着妖兽就发吃。陈峰，你多见谅。洛宾，我知道你喜欢妖兽，但是雪峰有主。你克制一下，雪峰，回来。嗯，雪峰，哼，你们这些做主人的，根本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喜欢什么，爱吃什么。无需你担心，雪峰平时吃的是赤椒肉。我没猜错的话，雪峰是混了蛇血的一种吧。赤椒肉虽好，但双兔腰的肉更适合他。雪峰在你手里就是糟蹋了。哎，哼，吃吧，我会付零食给柳洛宾的。饿坏了吧，你个小可怜。来来，把这平安玉符带上。这符有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八重是哪个庙里求来的，雪峰喜欢就给他带着吧。好了，罗宾，你毕竟不是雪峰的主人，收收手。嗯，陈峰，咱们出发吧。小心！哎，发生什么了？什么人敢袭击紫阳剑厂？魔龙教教徒，速速出来受死！紫阳剑厂与魔龙教不共戴天，你们找错人了！放箭！灵爆！洞明王印！
去马车，马车上有三把庇护。哎，是。该死的，三把方都有人，这样下去，我连夜撑不了太久。雪峰，危险！三爷，魔龙教的人真的已经潜入到陈峰身边了。我这消息还有假？继续放箭，把那教徒逼出来。能察觉我的行踪，哼，你这小妖兽倒是令我刮目相看。嗯，哼，雪峰，杰克，哎，啊，哎。教徒，你是来保护盘龙印的吧？再不现身，我就杀了陈峰，接管盘龙印。终于肯露面了。哎，天河境的未央，该死，他隐藏了实力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炼药师协会的走狗，雕虫小技。想跑？追魂剑！协会，魔龙教，陈峰，他已经走了。先救人。刘洛宾、雪峰，我这就给你们疗伤。我伤不重，先给雪峰疗伤。丹药你先拿着。嗯。雪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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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乞丐，乞丐，重死了！雪峰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雪峰，继续，继续。刘洛宾，这次多亏了你。没事，都是为了雪峰。陈峰、陆斌，你们还好吧？有惊无险。你们有看到另外一个弟子吗？吴师兄，那人是魔龙教的人。这魔龙教什么来头？怎么可能？魔龙教，我只听前辈说过，千年前剑场断人峰一脉耗尽全峰之力，重创了魔龙教。只是不知为何，近年来魔龙教又开始活动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赶紧回剑场，否则魔龙教的人又追上来了。嗯哼，快到剑场了。Thank you.
陈峰，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出来了？这里灵力比外面要浓郁得多。这里灵力已经比得上乾元宗的修炼洞府了。我们到剑场了。早呢，这才是外围。这千里山脉都属于我们紫阳剑场。你看那九座高峰，分别是剑场的九个派系，最高的是段刃峰。可惜段刃峰一脉以魔龙教一事已经没落。嗯，这是姑姑。陈峰，白山水遭人重伤，速来。沈彦冰。啊，陈峰，这是乾元宗别院的令牌，令牌会指引你找到别院，赶紧去吧。一路上相助，他日再现。彦冰。陈峰，白师兄他。不要担心，我来了。药师，山水他怎么样？五脏皆遭寒气侵蚀萎缩，恐怕回天乏术。药师，这枚丹药说能遁体再生，能给山水用吗？这莫非是地龙丹？快快给他服下。哎呀，命是保住了，就是丹田阴虚，怕是以后再无精进可能。怎么会？你先歇着，别起来。陈峰，你来了。沈水，你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外守门叶冰寒辱骂乾元宗，诋毁大师兄，我气不过出手被他的妖兽重伤。以你的实力，万兽门的人怎么可能伤得了你？是我大意，那头妖兽专封丹田，叶冰寒又提前施了阵法，我没防备。药师，万兽门别院在何处？湖东第二座府邸。彦冰，照顾好山水，我去去就回。山城万寿门别院。叶冰寒，滚出来。陈峰，去乾元宗别院没找到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。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陈峰啊陈峰，我在万寿门的时候，宗主陆仲学一天到晚念叨你，你我才是宗里大师兄，你一个乾元宗的人有什么资格骑到我脖子上？到头来陆仲学这个老东西终归看走了眼。动手。就在等你叫出这妖兽。不可能，这阵法之下你的丹田早被封闭了。封闭丹田跟我当年的铁丹田相比差远了。我爷爷是紫阳剑场青竹峰长老叶景卓，你敢动我？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师父，师父大哥，你看我就是个御兽使，没了妖兽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如死在这里。
你不是喜欢封别人丹田吗？今日我就将你丹田废了。放放猪杀！